大家好啊，各位亲爱的龙粉，哈哈哈哈。今个星期呢，我又安排了三场轻弹浅唱龙的歌直播，咁有一场呢是龙情蜜语独家的松直播啦，仲有一场 YouTube 直播，同埋一场快手直播。咁直播的日期同埋时间呢，就会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公布啦。再一次提醒大家，今个星期的快手直播呢将在品酒坊的快手频道进行啦，记得先关注品酒坊的频道。再次鸣谢直播的冠名赞助商嘉华环球自购同埋品酒坊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龙女龙婷，这一周我又安排了三场轻弹浅唱龙的歌直播，有一场龙情蜜意的独家送直播，一场 YouTube 直播，以及一场快手直播。直播的日期及时间在这个视频的下边公布。再次提醒大家，这一周的快手直播将在品酒坊的快手频道进行，记得先关注品酒坊的快手频道啊。再次鸣谢直播的冠名赞助商嘉宏环球自购以及品酒坊，到时候见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多多关注。好啦，我今日又嚟咗美善镇啊！哇，你睇下呢个系酸辣美善啊，系啦，如果天系热咧，冇胃口咧，又可以嚟试下呢、這个，豆腐花，好味。你哋食咗饭未啊？多谢你对我的绝情，让我学会了死心，任眼泪碎。